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到了这个正常行驶的一个铺装路面上。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变速箱它的一些行驶的一些状态啊。这个在目前上坡的路段下，它的这个 R 档和 N 档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R 档和 D 档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击。不过这种冲击作为我们日常驾驶来说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当然如果能够做得再好一些会更好。但是一台液力变矩器的这种 AT 波箱呢，其实也是无法完全避免冲击的，它并不像 CVT。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已经缓慢行驶在怠速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型它在做这个转弯半径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先来贴近路边石， OK， 我们现在左转一条车道，两条车道，这个时候就已经在第三条车道稍微靠第四条的边缘一点点，我们就已经回到了正常这样一个模式下。而现在可能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掉头还不会有这么慢的速度啊，因为毕竟可能还会有人催。那么我们将这个车速提到20公里每小时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就是20公里每小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测试了，好，开始。这个时候则用到了第四条车道一半的这个距离，然后回到第三条车道上。所以说整个这个车辆它在这个转弯半径上的控制来说，应该还是有一些优化的余地，但是底子打得不错。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驾乘感受啊。首先这台车型在做转向的时候，其实给我的感受仍然是有那么一种接近于1:1的这种转向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一些轻微幅度转向的时候呢，它的虚位来的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转向这边的整个线性加速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满足家用是足够的，但是在家娱乐区上面来说，作为一台 SUV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整个变速箱的提速换挡上面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车内这边的一个噪音表现啊。前方火墙这边的这个引擎声浪相对有些偏大，而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它的整个变速箱优化的这个机制换挡时间来的也是比较早的，基本上在这个三档以前基本上都是在3000转以前的，然后到了这个4档甚至是5档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转速时机相对往后靠移一些。而在路噪上面的反馈回来说的这种感觉呢，也是多少有一点点，但是也能够接受。这台车的整体的这种行驶的驾驶质感和噪音的表现上，基本上还是接近我们前面测的那台车，也就是北汽幻速 S6。而在转弯上面来说，其实这个时候座椅良好的一个包裹性能，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转弯和一些支撑性测试上面的时候给我们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支撑。但是座椅的包裹性良好并不代表说这款车型的操控性能良好，这款车由于它本身重心比较高，通过性能相对得到保证的同时啊，那它在这种比如说弯道附近啊，则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转向惯性上面比较大的问题。请忽略到后面我们今天测试的一些这个道具在后面响的这个事情啊，这不是车的问题。而在悬挂滤震上面来说，公路铺装路段无非也就是一些井盖子呀，一些小幅度的一些坑洼路面，这一点来说的话 CS75 做的相当从容。从容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只能够感受到一点点轻微的震动和一些沉闷的这种减震压缩的声音，除此之外呢，就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而针对于整个车窗密封这一边和轿厢这一边的静谧程度来说，做的也还可以啊，可以明显的听清晰的听到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哎，做得非常好。而在匀速行驶过程当中，目前的车速是70公里每小时。那么我在做或者说我在压到这些坑洼路面的时候啊，这个整个车辆还是给我了一种这个悬挂非常飘忽的感觉，也就是说它的整个悬挂头段的这边的抑制不够强，而造成了车辆的一些前后轻微幅度的一些晃动。像这种晃动质感来说，其实如果能够中段再稍微弱一点的话，就会非常接近于日系进口车的那种非常沉稳的驾驶质感。而现在的这样的话呢，给人的感受则是稍微有一点点飘。而在引擎声浪部分这一块来说的话，做的也还是不错的。那么前面的防火墙如果能够再稍微加强一些的话，这个声音只要再能够削减掉一部分，应该是不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内温度也相当高，我们来看一下在正常行驶之后打开空调，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激活 auto， 那它现在自动判断车内的一个
我们说的降温模式和风速效率啊，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一下就开到了接近于比较高的一个出风啊，但是它这个出风整个这边还是一个非常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一下吹过来，所以这一点来说非常的人性化。而整个前排的出风效率也做得相当好，那么在前排来说立刻就有凉爽的送风出来。不过它这种智能的模式明显不特别是就是不是特别够智能啊，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它只是激活了我们现在上部的这个整个出风口，下部没有激活，而且它是自动激活了内循环的模式。如果你要是想要再调节模式的话，可能还得再做一番努力出来。就这种路面对于一般 SUV 和一般轿车来说的话，以这种接近五六十公里的时速过去都会有些不太从容，但是这台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可以不用去躲避它。就这一点来说是我觉得和其他车型相比最爽的地方。一会儿到了野外路段下呢，可能还会有比这更严苛的路段，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更好的体验出来。而在动力加速上面来说，其实这台变速箱整体的换挡的这种效率并不是特别快，也不是特别高，它没有那么激进，但是油耗上的表现确实是让广大车主来觉得话就是还认为还不错啊，那就说明它这台车其实整个动力上的表现来说虽然说是有些取舍，运动上面可能稍差一点，但是在这个动力和油耗的平衡上面做的还是不错。而且它过早的这样换了一个档位之后呢，也是在保持当前一定车速的情况下它才会切，比如说刚才这种上坡，那我的这个车速是维持在80公里，它才会再切高一个档位，也不会有过于拖沓的问题出现。而在我深踩油门之后呢，带了空调的这个时候，发动机在三档部分的位置呢就会多少有些拖沓，这个即便是不开空调在全力加速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三档的传动齿比的效率和换挡的这种敏捷程度呢还是应该调得再快一点，这样的话呢才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表现出来。整体这台车给我的感受，整个悬挂部分的表现在头段的表现非常接近于老款的奇骏或者说风度 MX6， 所以这款车型空间上的表现也能够让我们满意的同时，那么市区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空调也很凉爽，当然开了空调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动力的表现出来，当然了这个大多数车也都是这样。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油门开度不是特别好控制啊，那你稍微松一下之后它又会换一档，所以说这个油门的开度调整上面还是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整个转向的指向来说的话，它并不像其他的一些车型在头段就会存在虚位，而是在转向的中段的时候会存在一定的虚位。本来这个时候我会随着线性的去转向，我会认为预判这台车型会再转过多少角度的时候呢，它却稍微有一些迟缓，这个呢也是这台车转向系统方面遇到的问题。而车内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内饰的拼装工艺，比如说整个车辆的一个采光效果、视野效果以及悬挂立顿效果来说等等，做的都还不错。那么唯一所需要改进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换挡机制，一个呢是这个转向机制，还有就是我们的前部的防火墙隔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今天这一台测试车型 CS75 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这个从零加速到100，再从100公里时速下的到零的这个制动测试。而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实际表现。因为今天的这个测试路段呢，稍微带一点点的上坡，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把这个测试成绩稍微往回折算一点点。我们在多次测试当中呢，发现这台车型上坡的最好成绩为12秒7。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车型的最快成绩应该是在12秒3到12秒5之间。不过以它自重1665公斤的自重来说，再加上一台这个 AT 液力变矩器变速箱，有这样的效果呢，也不出意外。我们来看一下。从零到60，本次加速时间用了5秒1，从零到100的时间为13秒整啊。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这边是每一个分段计时的这个时间，最终为时间为13秒整。我们来看看它的制动成绩啊，
这台车型的制动成绩其实我还并不是特别看好，你可以看到加速用了13秒，对吧？然后100到0的制动总共用了3秒3，而制动的最终减速成绩为45.5米。还是说回到这个车辆的自重问题上面，那这个车型的自重导致这台车型前轮的这个负荷比较大，而后桥呢整个这边的抓地力还是比较弱的。而且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可以发现这台车型稍微有一点点偏刹的问题出现，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给这个前轮带来了不小的负荷。而在多次测试当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目前轮胎的整个消耗状况。以后轮轮胎为主，你可以看到后轮这边其实是有一点点吃的这种印记啊，也就是说它在刹车的时候这个后桥是不太稳定的。我们来看前轮，而前轮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前轮这边的磨损可以看到吗？因为这个车型已经跑了，试驾车来说的话它已经跑了快接近4万公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轮胎这边的一个磨损状况。其实这套轮胎还是蛮耐磨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个老化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还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但就这个刹车成绩来说，轮胎其实已经很尽力了，但是整个车重、整个前后轮的这个刹车平衡，包括像整个负重这边的平衡来说，还是不如新款车型来得好。那么我们也是很期待新款四驱版的车型它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表现。而作为民用车型来说，45米左右的刹车距离只能算是中等偏下，并不能算是特别优秀。不过以这台车型来说，它还有更多值得去改进和优化的地方。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我们今天所测试的主题车型 CS75 的这个绕桩测试。而在绕桩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这台车型它在绕桩的时候保持60公里时速的时候呢，动力是不缺的，那关闭 ESP 之后它的这个油门响应呢也比较积极，但是前段的油门呢油门这边的踩踏呢多多少少它还是有一些迟后。而在转向方面来说，这台车型的转向呢整个悬挂这边的柔韧度呢做得有些过了，那这个时候车身的这个摆动角度相对比较大，同时这台车型的这个转向它的这种敏捷的程度呢也是没有跟随说车身有一个特别明显和快捷的一个反应，可能这个还是受制于说车身侧倾这一块有特意的这样的一个调教吧。而另外在整个车辆的 ESP 开启之后的这个车身动态抑制状态上面来说做的还比较不错，那这个车辆它在 ESP 激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比较平稳的一个驾驶状态，而同时没有过度的抢胎声音出现，这说明这个车型本身的这个4个分泵的刹车控制呢做的还是很循序渐进很线性的。而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下一项测试。在刚才呢我们刚刚把这台车完成了这个60公里时速下的麋鹿变线测试，也就是我们的紧急躲避测试。而在躲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针对于这台车型 ESP 开启以及 ESP 关闭的两种模式下做了这个模拟测验。而在开启的状态下呢，整个车辆的车身姿态保持的相对较为稳定，但是尾部呢还是稍微有些滑动。而在 ESP 关闭之后呢，尾部的滑动则变得相对比较剧烈，而且车身的侧倾呢也相对较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整个这个场地，在这个场地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靠最右侧，也就是我现在左手的这个位置，这边的轮胎印记应该是相对清晰一些，所以这台车型它在做绕桩的这个时候躲避的时候呢，左侧这边的重心相对还是甩动的这个位置比较大一些的。在一些雨季和一些湿滑路况下呢，可能这个轮胎的抓地性不是特别好，包括像在整个车身循迹性的方面做的还是有待于提高，而在这种铺装路面下则没有太多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位于百鸟湖路段的这个野外测试场地。
而这台车型呢，我们现在来做一次正常的一个实乘试驾，看看它的情况。在这种基本上比较平的湿泽路面来说，只要一起步的话呢，那么整个 ESP 车身电子控制稳定系统，它还是能够很好的抑制住我们现在这个车辆前部的这个轮部的轮间的扭矩输出啊。那么这一点来说，起步上倒也是很平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走到这样坑洼路面的时候呢，可以看得到整个车身悬挂较软的一个劣势就出来了。那中段的这个支撑表现的不是特别好的同时，这个车辆虽然有很好的舒适性，但是它也是比较接近于底盘的一些极限角度了。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来测试一下这个路况，看一下整个这边悬挂在走我们现在这个路况的时候，到底它的表现具体如何。其实有利也有弊吧，因为像这样的悬挂总体来说真的是很舒适，而且柔韧性也很好。那么只要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即便是走这样的碎石路面也不会有太过于颠簸的感受，这一点来说做的是很不错的。同时这台车型的本身车身刚性做的也还是不错，因为你像我们在走这样路面的时候也几乎听不到说车内有一些内饰之间挤压件的这样的一些异响，而且应对于如此严苛的路段，转向感柱仍然是维持了一个非常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这一点做的也是不错。那么在这种砂石路面下呢，尤其这种细砂石的时候，如果我们车速放快一点的话会怎么样呢？整个 ESP 的控制系统工作的还是较为顺畅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即便是我猛踩油门想把它这个转速拉起来，那么这个时候节气门的干预控制呢也会阻止我这样去做，所以它在这种比较滑的路面下的这种安全性能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也会让我们非常的安心。而在整体的这个噪音过滤上来说，这个时候它的悬挂柔韧就展现出了一些方便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优点。那么走这样碎石路面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异响出来，而且整体的这个车身框架的结构设定也相对是比较安静的。那么我们进来看一看，这个坑有点大，过来没有问题。受制于像这样的车身设计呢，其实它由于不大大梁，那么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变形的情况出现，但是由于悬挂本身的柔韧性相当好，所以这一点来说反倒是不会太过于去在意它。那么像这样的搓板路呢，给我们的感受其实就像是有轻微的一点点的颠簸状态，但是其实完全可以把车速放开没有问题。好，可以听得到。那么悬挂的这个支撑性上面来说还是多少会有一些缺乏，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但是作为一台不经常出外的车来说，在城市里面使用，偶尔去郊区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野外路况测试环节当中呢，也有针对于这款车型的这个底盘的通过性能做了一期测试，包括也像在这种坡道上面做了一次极限的攀爬测试。那具体这个车型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在刚才我们测试的这个相对坡度在20度加上21到22度之间这样一个坡道的一个攀爬过程当中呢，尽管是没有启停，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发现前驱车型它在起步的一个瞬间呢，车都会往上抬一些，而这个时候前轮的抓地力呢也会随着这种惯性的这个车身晃动啊会有所减弱。而再到坡顶最上方也就差一个车身左右的位置呢，我们实在是爬不动了，而且也试了很多次。那么这台车型它还是有一个四驱版本，而在四驱版本之后呢，我们会做这个测试，还是这个坡，看看四驱版的车型能不能够上去。